到底有多严重？别骗我。电脑有被入侵的迹象，尽管我们现在的安全级别已经很高了，但是不能确保我们的资料完全没有泄露。万一有人在场，非常麻烦。会是谁呢？可能是黑客，可能是警方，还有可能十月。是吗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先出去吧，后面的事情我来查。不会是十月的，我相信他。阿妮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怎么去对付极客飞行？这是你做过最不理性的事情了，现在赶快走吧。如果查到是十月，你们别动他。如果十月知道的太多，我要先确保您的安全。我说了，别动他。如果是他骗了我，我会亲手去对付他。还有，我走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也要注意安全。还有阿泰，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关键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样做，您不为难。没想到我也会有这么一天，陷进了泥沼，只能苦苦挣扎。为了自保，不择手段，是我一手把阿泰变成弃子的吧？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，人其实唯一的感情，就是和自己的感情，其他的什么都别信。我去下去等你。我把位置发给你。
这样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接下来有请极客飞行的创始人南桥。最后无论我在台上说什么，你都带着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们都无条件支持。看台上，好好听。好。安宁逃走了。你放心，他这次肯定是跑不掉的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，有什么消息你们就及时告诉我。可是定时炸弹并没有解除啊，十月和南郊随时都有危险。放心，天罗地网他跑不了。谢谢你一直站在我们这边。我觉得安宁这次走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往后的日子安宁至于你至于南桥就再无关系。人没抓到，到底事情还没有解决。美国那边我觉得可能会有。你懂我的意思，我们现在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拯救世界的英雄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待在南桥的身边。我想起来一件事，南桥的直播好像要开始了，哎，你看不看？你不看，我自己看看。啊！哎呀，这地方信号还不错。哟，这里信号。哎呀，今天穿的还挺漂亮啊。然后还化了妆，拉近点看。嗯，不错。大家下午好。挺美的。